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2022年12月30日。在我们农历也是腊月初八。今天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那一年都快过去了国历年农历年都是最后一个月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年中我们要回顾我们这一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的道业念佛人讲敬业学业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太上感应篇我们有没有什么进步还是没有进步甚至于我们是退步这个都是在年中这个月要做一个总反省总检讨而不是这个年终了要放假了明天开始三天连续假那么放假呢现在年轻人他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大家呢放假了你到旅游区去看都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特别在跨年夜就是这一年最后一天了这最后一天那么我们在干什么在欢乐歌舞这个吃喝玩乐啦。那感应篇后面有讲到会腊歌舞。这个月会之日每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也就是这个月要结算啦。这个公司要发薪水啦。这个月做的事情业绩怎么样了每个月都要总结一次了那么一年都总结一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是吃喝玩乐的时候是我们要计划明年要做什么的我们今年做的到底做了多少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但是现在呢学西洋的大家去看看明天跨年夜了大家在干什么看放烟火狂欢到天亮那狂欢是什么？吃喝玩乐那么这个就是在造罪业所以我们读了感应篇也要知道现在世间人他在造什么业你才有前后眼，你才有眼光什么眼光呢？现在造的这个是因后面会有什么果报要看清楚拼命的在造恶业那肯定就是灾难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
啊，这个灾难呢、啊，都到了，都来临了。啊，我们还在欢乐。啊，真的人啊，到死到临头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前天这个啊，图文把武装师啊，啊发一个几年前呐、啊，美国拍的啊，这个后天呐、啊，这个灾难性的影片。那我都看了一遍了。那么这个影片啊是拍电影的。那我们一般呢、啊、总是以这个看电影的心态来看。那么这个武装师为什么发给我啊，他说我们老和尚在世啊看过这个影片。啊，看过后天这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啊我们老上才讲过啊，也有可能啊，纵然啊不是像影片讲的那么厉害，但是啊啊也有几分会有这种灾难的情况啊。那么那个影片呢、啊，演的主要是美国这个地区啊，暴风雪啊，海啸啊。那么、啊、演这个影片啊，我们不排除事实上的可能啊，很多事情啊，那个影片啊好像是预言一样，在还没有发生呢，就有一些人去预测将来会怎么样。那么这个影片里面啊，第一个就谈到气候暖化，南北极冰川快速融化，那么这是不是灾难、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啊这个联合国都一直在呼吁 啊但是有没有效呢？大家也知道啊，但是放不下经济了，因为这个影片里讲了、啊、讲到跟经济有关系的啊，那就不管它了，那不管它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科技这样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给地球带来的就是大灾难。科技越发达，灾难就越多。这个灾难的发生，科学解决不了。啊，不是科学都能解决的，天灾人祸、水灾火灾、气候暖化，那科学能解决吗？就眼睛睁睁看着它这样恶化啊。那么制造灾难就是人制造的，人心不善制造的啊。你要化解灾难啊，那还是要从人心去做个改变，转恶为善啊，它才能化解灾难。如果不转过来啊，继续造恶业，那肯定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那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过年过节了，一年快过去了。啊，我们悲伤就来不及了，还有什么快乐的呢？你逃难都来不及了，还有心情吃喝玩乐吗？一个天灾，一个人祸，天灾人祸，人祸，人为的灾祸。那么这个人为的灾祸很多方面啊，比较明显就是战争嘛。现在全球都在战争嘛。现在战争的形态啊不是只有一种。啊，贸易是不是战争呢？贸易战。
我们台湾在选举叫做选战，是不是战争啊？竞争、斗争、战争啊，俄乌战争，今年啊，四月份到现在还没结束。那么俄乌战争，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两败俱伤。那么欧美有没有得到好处？也没有。大家都想要得到好处，但是根据感应篇讲的，好处不但得不到，反而得到的是损害了。你看通膨啦，物价膨胀啦，给全球带来的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啊，很简单，就是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唐恩比讲的嘛，你要保护的利益，我也要保护我的利益啊，那就真的嘛。这个乌克兰啊，认为啊，他加入北约比较安全，比较不会受俄罗斯欺负，他认为是这样比较安全。那你加入北约不就跟他对着干吗？北约就是要对付俄罗斯的，那是你的隔壁啊，邻居啊。那俄罗斯会都没有反应吗？他觉得啊，我要拥有乌克兰才是安全的，有一个缓冲期。不然呢、你这个灰弹啊都架到我家门口了，他也觉得没安全感了。那么两方面都执着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能够啊互相去协调，不能和平相处。那就打起来了嘛。那打起来啊，战争两方面没有赢家，你打赢了也是输，输了还是输。所以两方面谁打赢都是输家啦。你说俄罗斯如果美国给他撑腰，欧洲给他撑腰，他打赢了。他打赢，他付出多少代价？死多少人呐、他那个基础设施建设破坏多少啊？你说赢了吗？那俄罗斯赢了也是输了，你也是要死人呐、你要是投入很多资源呐、花很多钱呐、那非但不要钱嘛。所以战争啊没有赢家的。所以年终啊我们不要高兴。恐怕灾难很快就来了。乌克兰啊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还不觉悟吗？你还有心情去吃喝玩乐吗？那吃喝玩乐啊还是执迷不悟啊，死到临头不知道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时候啊真的要忏悔，要改过，要反省，要求佛力加持。所以明天跨年啊，我不会跟大家看烟火，我在这边就可以看了，我的房间看出去就可以看烟火。看到有什么意思呢？灾难都快来了，还在高兴什么？
有什么好高兴的？悲伤都来不及了，还高兴？所以我下午就要上山了。明天呢，做护国息灾百集系列。明天不是我的班，跨年连续做三天。我现在是中气已经不如以前了，但是老藏教我们要护国息灾啊，我们要重视。如果你愿意到山上来护国息灾啊，赶定边讲啊，思过之神给你记功，你去吃喝玩乐就给你记过啊。那你要选择哪一个，你自己去决定。那么我是把话讲清楚说明白，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负责，因果自负。那么我们昨天呢，跟大家学习到《泰山感应篇》只讲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为杂陈。那么这个就是买卖交易不公平不公正用奸诈欺骗这样的手段。那为了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一句讲的，采取奸利他就是要取得非法的利益甚至谋取暴利这个不然他为什么要去骗人，要去占人家便宜，就是自己要得利益那么这个从个人来讲，如果你从国际来讲，那国家呢，国跟国呢，也是这样这个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为杂陈，为的是采取奸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贸易嘛，做生意嘛贸易不是定了很多规则嘛，什么 WTO 定的定了，美国自己定的，他也自己也不遵守。那为什么不遵守？采取奸利嘛。所以后天那个影片我建议大家呢，这个放假呢，在家里这一个影片看看虽然是演电影也反映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提醒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都在发生不是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影片也不是绝对子虚乌有，还是根据很多事实的情况，只是说他给他编剧编的我们看起来那是很恐怖他的为了这个演出这个电影的效果嘛。那事实上你说冰川融化有没有？有啊，那北极熊都没地方站这个都事实真相美国前副总统高尔都是专门坐直升机去拍的但是有一些为了赚钱的人，他还是昧着良心说没有这个事情利令智昏嘛，利益让他的智慧蒙蔽了，那能得到利益嘛？灾难难，大家要去承受，谁都逃不掉所以今天佛成道日，成道什么意思12月8号，夜睹明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彻底觉悟了。那么今天我们庆祝佛成道日我们要学习佛陀要觉悟了，要觉而不迷了，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不能像过去一样一直迷惑颠倒下去，那我们真的就前途一片黑暗了。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觉悟，那么我们前途是一片的光明这纪念佛陀成道，
真正的意义，就是启发我们要觉悟，要回头是岸，要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啊，所以纪念佛陀啊，不是上个五供，吃个腊八粥啊，那叫高高兴兴的，那佛看了都摇头啊。啊，所以我们纪念这个日子，要知道它的意义。啊，就是启发我们要觉悟，觉而不迷，啊，要回头是岸，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好，那么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啊，在这里呀，也向大家拜个早年啊，祝大家新年吉祥啊，这个一切平安啊，这个基督教啊都讲平安啊，怎么才能平安呢？你心平了才会安，如果你心不平啊，他肯定不安啊，所以我们要心平就安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一次啊跟大家讲话，国历年就过年了。好，那我们就明年见，阿弥陀佛。